按摩师。很痛，这叫专业吗？艳阳高照真的太热了，连主播都要喝水了。哎，这里是我们的南洋博物馆哦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别人都是正的，它就是斜的，就是超级斜。后面还有一个生态系的，非常的，这个位置是河口湿地嘛，这个位置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台南了，一级古家，真的太棒了。吃了第几个县市的便当了？三个吧，应该是三个，是吗？三个特好吃的。第一天是屏东哎、欸，好像四个，不止四个。今天是宜兰。哪四个？屏东、花莲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宜兰。还记得那一天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，生命中有了你，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。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，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，生命中有了你，不再孤寂，让我说一声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，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，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，手牵着手心连心，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。